我们要给他一个机会。我们观察他现在呈现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，因为他好像在拉筋。有拍到吗？有吗？有，相机给我。 是呀，是谁？谁？这波波针吗？波波针啊，对，波波。哦，他改名字了是吧？哦，哎，波波针瘦好多。他是哦，真正的什么？瘦多，麻雀虽小，哎，但是他的比例非常好，健身女神，健力，他力量也，他是健力那一种，健力量也。来，我们来偷袭一下波波针，波针。 刚刚的偷拍呢，只是练习一下。等一下呢，我们的主角波波针就会来这边健身。根据我是他粉丝这件事情啊，观察了他都在这个地方健身，而且差不多就在这个时间要出现，所以呢，我们先在旁边稍微躲一下，看他什么时候会出现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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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跟你讲。 等一下，波波针进去之后就跟着进去。但是因为呢，我这身装扮太容易被发现，所以我要乔装换成我平常健身的衣服，走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郭。哦，对，郭兴准。好，现在马上找个地方躲起来。 找个好角度，捕捉他那最真实的一面。走。哎呦，那么有力。哎，挺举，挺举。哇，我今天要来记录我健身的一天。嗯，超怪的人呢。超变态。哎，这很多男生都没办法。啊。嗯，没有更新的了。 来练灵狐好了。哼，我真的是看不下。狐狸，正面有没有机会？没有被发现吗？哦。 喝那个是高蛋白，高蛋白啊！就刚观察，他现在呈现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，因为他好像在拉筋。有拍到吗？有拍到吗？有吗？有，相机给我。等一下，我要偷偷摸摸的。又要下！太白痴了！太白。 成功了，好的，一起来欢迎陈佑荣出场。欢迎，哎呀，又荣又荣，你改名了，改名了啊！哦，对对，哎，婆婆称一出来，真的有香香的呢，香香呢哦。对，这个所以哎，香水文化，你会上一点香水吗？ 哦，习惯香的一点，一定要有了。我是如意，塞比塞比，真的啦，真的啦，真的有香味。有吗？塞比塞比，真的是塞比塞比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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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草铺里啦，草铺里，改名叫陈佑荣。为什么要改陈佑荣？改名就是波波针的名字，就想说会不会有点幼稚？ 有波，不会啊，很多女人味啊，波波女人味啊，对。然后现在都想说，因为都在拍戏，然后要做演员，哦，演员波波好像正经一点的名字。那你这个波波针已经用了那么久的时间了，多久？少说十年了。
对，真的、哦、差不多。然后我们看到他挂号伯伯，那您看到他那个健身房里面是真的他的日常，真实力。对啊，我平常出门就是不是穿运动服，就是穿居家的衣服这样。那你刚自己举那个挺举、举重那个，那叫挺举还是硬举？我那一只是抓举，抓举，对，哇，这练得很专业，才可以这样。私底下喜欢穿拖鞋啊？平常穿拖鞋，那个健康。我有各式各样的拖鞋，就是高中低，就是各种拖鞋。现在拖鞋很多造型，对啊，穿拖鞋又透气，放松，脚又不会香港脚，遛狗又很方便，不错不错，下雨也方便。我们有帮你拍了一张他那个瞬间照，好吧，给他看一下，应该拍的蛮多张的，来，一，可以保留这张照，三，抠牙照，剔牙的，想说四下无人，就是因为刚你那时候想说四下无人，都没有觉得有个怪怪，还有一个怪，把我当真没有戒心，还要在野吗？那你演的也算拙劣，对啊，拙劣的演技。那健身房里面呢，最忌讳就是这种怪怪，对啊，还在旁边发出怪怪声音。因为我喝的饮料是有那个有沉淀物的，所以我就想说不要那个，因为要自拍，所以我就想说不要有那个牙齿上面有东西。哦，这个是在所以就抠一抠，然后要自拍这样子。对，还没有牙龈。我平常出门就是会戴眼镜啊，因为平常戴很长时间隐形眼镜。哦，啊，你这样好像瘦一点呢。有，对啊，你怎么变得比较小只？是不是？有吗？有吗？我好像小只一点。对啊，他已经够小只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子小的女生呢、啊？是不是在穿着上面特别要仔细？因为我比较接近很美，五五身，穿上很好看呢。超美，真的吗？走个台步，我们看一下。来，哎呦哇哇！亚柔，哇哇！他其实是整个身体非常的 fit。真的，所以就会很线条，很好看。那私底下的他跟现在的他，来，吴春落差怎么样？他来的时候，然后摄影机在拍了，就哎、欸，他来，我说那不是他，我说你们认错，那不是他。结果一靠近就哎、欸，好像有点就是他，好像有点，就是有点落差。然后到了下面，我已经准备要拍，我想说那真的是他吗？到现在刚刚照片摆出来，就是有化妆的照片一出来，我想说这个是他吗？是吗？还是不相信？对，有点小小的落差，发型看得出来，不同的感觉。零到十分大概落差多大？笑什么啦？你看你在那边就是啥？因为戴眼镜真的会差比较多一点。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样子是带出场，那个样子是取回。刚刚用过，偷梗，这个梗重复了。年纪轻轻要偷梗，不然就讲假故事。我觉得应该有已经被激怒了，七分六到六点五，那差很多。我觉得只扣五分而已，真的吗？整体的状态体态还是好的，但是在脸的话，而且这样抠的真的不行了。对，这个叫状态。对，他有在健身，他的状态还 keep 住。对，很重要。其实我差觉得差到有八分呢，因为我对伯伯真的期待蛮大的。在这个照片里面，我如果在深蹲在旁边看到这个样子的伯伯真，我会失力把自己压死。